看一下 YouTube 了，一二三，哒哒！我们今天要去小米的 Mix 2的发布会，那很高兴可以抽中你的发布会的邀请。那今天天气有点阴阴的，那我们看一下，转一下前面小米 Mix 2发布会会场。等太久，我们从11:40进来到现在，已经等了20分钟。12点啦、啊？12点吗？12:40。别搞错了。终于要来啦！我们终于可以坐上去坐电梯了。送的那个餐盒，我们来开箱一下。喂，喂，这个是 Costco 的矿泉水，来送一杯。看来大家都下午昏昏欲睡，叫一个 UCC Black， 还有一个小的蛋糕。看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这好像是蜂蜜蛋糕。看不，三位，不知道，可能等下啊，应该三明治吧，三层。好啦，这就是小米的餐盒，那各位观众我要先吃啦。这边没有网络，在这里没有网络，可惜了，但是看不到。好，这这虽然现场没有网络，不会看一下这个萤幕，这个萤幕比 iPhone 6s Plus 大，但是机身又比 iPhone 6s Plus 小，所以其实这个小米 Mix 2其实蛮厉害的，有边框做到顶。那我们来看相机功能好了，相机前镜头就是到下面的，可以，因为上面没有空间，只能到下面，还要自拍好了。可以，看会不会被坏掉？好，然后后面镜头有光学防守帧，还有 HDR， 可以。那我们来看浏览一下相簿好了，因为没办法上网，所以我们大概是只能看一些酷的功能。相簿在这，然后哎，回到三页。没有。相簿不能看吗？是的。对。嘿，因为这个是照片，所以你返回。在这里，所以如果可以看相簿的话，哇，超大啦！跟这个比起来，就感觉不一样，真的很酷。你说字吗？字。然后背后的话，陶瓷，质感也很好，完全反光，嘿耶！那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这是我们拿到了小米发布会现场的礼物。那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吗？我们就会下一集开箱哦，要记得订阅才可以看得到小米礼物的开箱哦。